具吗？你拆开来看看。好，你拿来这边。我才走出来，然后就看到。真的、哦？嗯。从这里看。喜欢的吗？当然也是啊。后面我有这一台，也有这个，我有一有，然后其他的都没有。妈咪，这不是那个一五哦，那这是 H5，这才是一五。但是我上面有白色的是一五。你要拆开来给我看看吗？好，首先拆、欸，后面还有黄博士变成他，然后加他变成他。他的正面长怎样？你翻给我看看。正面，等一下。哇，他是他拍的，帮你拍个照好不好？好棒哦！看我一样，好，打开，打不开。哦，这么长，这么长。我看到了，这是他的脚。所以里面是会有两个机器人哦。哦，我看到了一个脏的东西。我还有最后卡了，第三个卡。是黄博士本人。啊！我有黄博士。好了，我看到了，收起来。好了，我影片要结束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所以，那你哪时候知道圣诞老公公是你爸爸的？今天。今天？嗯。你以前都是觉得圣诞老公公是真的圣诞老公公吗？对。那他会怎么来？他就是，其实他不是那个用雪橇那个，嗯，不是、哦，他其实是用开车的，是哦，对啊，所以也没有迷路，也没有雪橇，嗯、也不会爬呀，那个什么烟囱吗？那我们家又没有烟囱，他都要从那个摔死地方的那里掉下来，厕所，厕所的那个，这么好笑。那你去年知道圣诞老公公是你爸爸吗？不知道，一直觉得是圣诞老公公，今年才知道圣诞老公公是你爸爸。对。那你要跟圣诞老公公说什么？谢谢，谢谢爸爸。要有诚意一点好吗？谢谢爸爸。